行局发给我的一本执行裁定书。这个执行裁定呢，依据的是2015市民赛负责第102号民事判决书，但是该民事判决书已被建设市中心人民法院撤销了，该民事判决书属于无效判决书。执行人应该是烟台市信息经贸有限公司，但是在执行执行书当中根本就没有烟台市信息经贸签字盖章，所以说这个案子是怎么立的，我现在对西安法院的做法是一头雾水，也不知道西安市法院依据的是哪条法律来进行执行的。这东西我不是太了解哈，嗯，我听不明白你说这个意思，你那什么有些具体的办案人员呢，到时候你联系他，由办案人员到时候跟我们说一说，这个由执行员啊，将来汇报这个事儿，我们才能把整个情况了解清楚。